大家好，今天用尖椒和鸡蛋搭配一道美食。首先碗中倒三个鸡蛋，加一点食盐、胡椒粉、一点点白醋，用筷子搅散待用。大蒜切成片，将尖椒根部掐掉，然后切成圈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倒淡盐翻炒，炒熟后装盘待用。锅中再次倒入食用油，油热后倒入大蒜炒香，炒出香味后放入尖椒翻炒，放一勺食盐、胡椒粉、白糖，继续翻炒。炒匀后加入鸡蛋翻炒一下，最后倒点香油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一道美味的尖椒爆蛋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可口下饭，简单好吃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